Ah ouais. Oh.坏了呀。坏了坏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好这严下重！也是大问题。远方旭，来看一下，杨什旭么情况？自己，哎呦，腿别了，软腿了，很危险这动作啊，韧带软腿了，你看他腿。下来之后没有站住。对对对，软腿了，膝关节完全扭了，十字韧带肯定有问题。现在看杨方旭的表情非常痛苦啊，对，我们内心也很痛苦。肯定很严重，应该是很严重。当队员在场上已经哎呦，忍不住的时候，要。就是我就不能看这样的，就是太揪心了，就是这种队员受伤，简直。而且马上要打世界杯了呀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对，自己软腿了。你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对，是？本身你看我们队员啊，就是基本上都带着护腿，你看见没有？嗯，本身腿肯定就是有伤的，有疲嗯，劳的。很多运动员他的十字韧带啊、软骨啊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，嗯，嗯。尤其在这种，或者是训练比赛，你在疲劳的状态下就特别容易受伤，这种积累。你看他这个就。就是。